大家好，我是高登仔。今次的消息就惨了，大家姜糖一定是很失望和很不开心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季前赛现在停拍一个月了，惨了。原本我们真的足足有机会迟一个月才有得看，但我们不知道迟一个月不是下个月迟一个月，是可能是遲啲有得睇，之後嘅一個月先有得睇喎。嗱，諗死你啊！嗱，高登仔講呢啲嘢係咪諗死你？自己慢慢思考下，啱啱嗰句説話係點樣諗？好，咁究竟呢一單嘢有咩內情呢？究竟係咪真係停拍一個月，定係點樣樣咧？定係出現咗咩意外發生咧？季前賽，高登仔同你慢慢逐一分析，重一否白，分析娛樂係我嘅職責。好，開始段片之前。请大家去我的主频道 Golden Boys 那里点击留言赞好，每一段片看埋广告和subscribe，同埋记住去埋我的后备频道 Golden Boys Live 那里subscribe，点击留言赞好。那我就很多谢大家的支持，希望日后在 Live 那里同大家直接对话，直接沟通。好，我们讲回这一单嘢，究竟什么事呢？那呢，因为现在他们现在拍紧季前賽啦，姜濤咁啊拍到如火如荼，但係正正人紅是非多，可能真係多嘢發生。第五波就啱啱咧就撞啱爆發，咁啊確診數字咧就上升緊啦，咁樣咁啊終有一日都會回落翻嘅。咁啊無線咧多位台前幕後人員就確診。ViuTV 方面由呢個 Miu 成員姜濤、Eden 陳卓賢、Stanley 咁以及 Ella 成員肥仔同埋193主演嘅季前賽，依家雖然就拍得如火如荼，但係雖然已經大部分啊籃球場嘅外景已經拍完啦，但係咧。当剧组谂住开翻工嗰时啊，但系高层就决定，由于依家疫情严重啊，为艺人同埋工作人员嘅安全着想，决定啊暂停拍摄三个星期至一个月，以减低风险啊。嗱，三个月至一个礼拜啊，咩一个月啊，即系希望减低风险。嗱，我点样分析呢件事呢？第一是啱的，第一是啱的，因为点解呢？因为点解呢？第一就因为啊，佢哋拍摄嘅期间啊，即系 Miu 成员拍摄嘅期间啊，佢哋成日喺室外嗰度就拍呢个波啊，用球场拍波啊，即系球场嗰度拍波嘅气氛啦、啊。咁啊，因為開拍冇耐啊，已經喺上面上網已經講過，因為太多 fans 或者唔係 fans 嘅人咧，多數都係記者啦。咁啊，私自追啊，應該而且長時間啊，守候喺拍攝現場啊，而俾當區嘅附近居民嘅投訴，而警方亦都向劇組表示，隨時會根據599G 法例作出檢控。咁其實喺疫情下開工咧，的確有一定風險嘅。雖然劇組人員每日開工都會進行快測，但早晨 Stanley 拍攝期間感到不適，最後發燒。之前都講到啦，因為係腸胃炎嘅問題啊，咁啊已經令工作人員十分擔心，因為當初佢又發燒啦，係嘛，又唔舒服啦，好多人都以為佢真係確診咗。患肺炎，但当然后来证实了他是患肠胃炎啦。但是这个消息已经令到工作人员非常担心。亦都近排的疫情就越来越多啦。卫生防护中心亦以未见顶作为评估。所以 ViuTV 的高层即是为了保住这班这样的偶像可以生金蛋的人呢，咁啊，为咗我哋嘅安全着想咧，就即刻停拍一个月，三个礼拜至一个月啦。咁啊，至于停拍一事咧，咁啊有杂志网媒咧
就向 Viu TV 查詢，但是呢就冇回應咁樣嘅。咁我相信都係㗎啦，因為點解呢？咁如果我哋唔停拍嘅話，嗱，即係其實一個即係好簡單嘅邏輯理論去諗咋嘛。繼續拍，咁啊有好多人聚集啦。就算冇 fans 冇採訪記者，佢哋自己本身咁多嘅同事職員啊，喺度一齊啊聚集啊，你難保其他人冇傳染嘅喎，依家咁犀利。咁如果萬一惹咗姜圖，你冇話姜唔姜圖啊，惹咗其中一個五個主角之一，計埋張繼聰，咁起碼停擺14日嘅咯喎，加上有冇併發症都唔知道。萬一其中一個慣低，咁點啊？唔通用電腦科技挖走咗佢嘅氣氛啊 ，cut 咗佢個人設啊，或者改拍第二個都冇話唔得，但個成本係非常之高。咁有人就會問高登仔：喂，咁我而家停拍一樣都要嘥錢、嘥時間，同埋都會增加成本。係冇錯，停拍都會增加成本，但係比起其中一個主角或者幕後人員相繼繼續確診咧，個風險咪更加高。更加是会令到这个季前赛推出无期。所以 Viu TV 今次我都是赞成他的做法的，只要他停摆一个月先，即是他自己可能估计一个月后的疫情应该会受控，或者是个情况没那么恶劣的时候呢，那就再拍回咯。同埋我另外一个估计就是相信他呢就是已经拍晒外景了，我相信。他现在可能呢已经拍了外景，他可能是做着一些剪接啊、配音啊、一些剧情的安排啊等等咯，是不是做一些可能特技效果咯，即全部做完不需要明星那部分先。那譬如一些室内的场景啊，是不是一些室内的剧情啊，之后先再补拍，很快的。那因为最难控制呢，你拍过剧都知道，最难控制就是拍外景嘛，外景受天气、阳光、人的影响，可以说拍拍不到。咁所以咧，我觉得 ViuTV 今次应该拍晒所有嘅外景之后，跟住剩翻啲场景啦，咁啊，咪宣布停拍咯，等啲后期工作人员开始执拾一啲手尾先。当执得七七八八啦，疫情减退。安全啦，咁咪再拍翻余下嘅气氛咯，全部室内咯，减低风险之余，又减低突然间受到感染啲明星系嘛，佢哋五位主角一受感染就损失好大噶啦，譬系嘛，咁所以咧呢单嘢咧系完全系做得合理、合法、合宜、合时 ，OK， 咁咪希望咧。我哋作為 fans 嘅話咧，都希望佢哋身體健健康康，同埋咧希望嗰個劇咧順順利利完成，咁樣樣咧就令到咧我哋有一個好啲嘅劇去睇咧，咁就會信息不少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呢度希望祝願阿姜圖咧都身體健康啦。好，咁啊大致上係咁多，咁啊希望咧。大家繼續點擊留言贊好我的主頻道和後備頻道，繼續看我的廣告，希望留言支持。好，暫時是這麼多，咁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高登仔。嗱，今次的消息啊慘啦，大家姜糖咧一定係好失望同埋好唔開心，因為啊疫情嘅關係，季前賽依家停拍一個月啊，慘啊！原本我哋即係足足有機會遲一個月先有得睇，但我哋唔知道遲一個月唔係下個月遲一個月喎，係可能係遲啲有得睇，之後嘅一個月先有得睇喎。嗱，諗死你啊！嗱，高登仔講呢啲嘢係咪諗死你？自己慢慢思考下，啱啱嗰句説話係點樣諗？好，咁究竟呢一單嘢有咩內情呢？究竟係咪真係停拍一個月，定係點樣呢？定係出現咗咩意外發生呢？季前賽？高登仔同你慢慢逐一分析，逐一剖白。
分析娛樂是我的職責。好，開始段片之前，請大家去我的主頻道 Golden Boys 那裡點擊留言讚好，每段片睇埋廣告同埋 subscribe， 同埋記住去埋我嘅後備頻道 Golden Boys Live 嗰度咧 subscribe， 點擊留言讚好。咁我就好多謝大家嘅支持，希望日後喺 live 嗰度同大家直接對話、直接溝通。好，我哋講翻呢一單嘢，究竟咩事呢？咁咧，因為依家佢哋依家拍緊季前賽啦，姜圖。咁啊，拍到如火如荼，但系正正人红是非多，可能真系多嘢发生啊！第五波就啱啱咧就撞啱爆发，咁啊确诊数字咧就上升紧啦，咁样咁啊，终有一日都会回落翻嘅。咁啊，无线咧多位台前幕后人员就确诊 ，UTV 方面啊，由呢个 Mila 成员姜涛。Eden 嘅陳卓賢 Standy 咁以及 Ella 成員肥仔同埋193主演嘅季前賽，依家雖然就拍得如火如荼，但係雖然已經大部分啦籃球場嘅外景已經拍完啦，但係咧當劇組諗住開翻工嗰時啊，但係高層就決定，由於依家疫情嚴重啊。为艺人和工作人员的安全着想，决定暂停拍摄三个星期至一个月，以减低风险。三个月至一个礼拜，不是一个月，即是希望减低风险。我怎样分析这件事呢？第一是啱的，第一是啱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点解呢？第一就因为啊，佢哋拍摄嘅期间啊，即系 Mila 成员拍摄嘅期间啊，佢哋成日喺室外嗰度就拍呢个波啊，用球场拍波啊，即系球场嗰度拍波嘅气氛啦。咁啊，因为开拍冇耐啊，已经喺上面上网已经讲过，因为太多 fans 或者唔系 fans 嘅人咧。多數都是記者啦，咁啊私自追啊，咁啊而且長時間啊，守候喺拍攝現場啊，而俾當區嘅附近居民嘅投訴，而警方亦都向劇組表示，隨時會根據599G 法例作出檢控。咁啊，其實喺疫情下開工咧，的確有一定風險嘅。雖然劇組人員每日開工都會進行快測。但早晨 Stanley 拍摄期间感到不适，最后发烧，之前都讲到啦，因为是肠胃炎的问题啊，咁啊已经令工作人员十分担心，因为当初佢又发烧啦，系嘛，又唔舒服啦，好多人都以为佢真系确诊咗患肺炎，但系当然后尾证实咗佢系患肠胃炎啦。咁但系呢个消息已经令到个工作人员非常之担心，咁啊亦都啊近排啊嘅疫情就越嚟越多啦，咁啊卫生防护中心亦以未见顶作为评估，咁所以咧 UTV 嘅高层啊，即系为咗保住呢一班咁嘅偶像啊，可以生金蛋嘅人咧，咁啊为咗我哋嘅安全着想咧，就即刻停拍一个月，三个礼拜至一个月啦。咁啊，至于停拍一事咧，咁啊有杂志网媒咧就向 ViuTV 查询，但系咧就冇回应咁样样嘅。咁我相信都系噶啦，因为点解咧？咁如果我哋唔停拍嘅话，嗱，即系其实一个即系好简单嘅。好簡單嘅邏輯理論去諗咋嘛，繼續拍，咁啊有好多人聚集啦，就算冇 fans 冇採訪記者，佢哋自己本身咁多嘅同事職員啊，喺度一齊啊聚集啊，你難保其他人冇傳染㗎喎，依家咁犀利，咁如果萬一惹咗姜圖，你冇話姜唔姜圖啊，惹咗其中一個五个主角之一，计埋张继聪，
咁起碼停擺14日噶咯，加上有冇併發症都唔知道。萬一其中一個慣低，咁點啊？唔通用電腦科技挖走咗佢嘅氣氛啊 ，cut 咗佢個人設啊，或者改拍第二個都冇話唔得，但個成本係非常之高。咁有人就會問高登仔：喂，咁我而家停拍一樣都要嘥錢、嘥時間，同埋都會增加成本。係冇錯，停拍都會增加成本，但係比起其中一個主角或者幕後人員相繼繼續確診咧，個風險咪更加高，更加係會令到呢個季前賽推出無期。咁所以 Viu TV 今次我都係贊成佢嘅做法嘅，只要佢停擺一個月先，即係佢自己可能估計一個月後嘅疫情應該會受控，或者係個情況冇咁惡劣嗰陣時咧，咁咪再拍翻咯。同埋我另外一個估計就係相信佢咧，就係已經拍曬外景啦。我相信佢依家可能咧已經拍曬外景，佢可能咪做住一啲剪接啊、配音啊、一啲劇情嘅安排啊。等等咯，係咪做一啲可能特技效果咯？即係全部做曬，唔需要明星嗰部分先。咁譬如一啲室內嘅場景啊，係咪一啲室內嘅劇情啊，之後先再補拍，好快嘅啫。咁因為最難控制咧，你拍個劇都知啊，最難控制就係拍外景啊嘛。外景受天氣、陽光、人嘅影響，可以話拍拍唔到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 ViuTV 今次咧應該拍曬所有嘅外景之後，跟住剩翻啲場景啦，咁啊咪宣布停拍咯，等啲後期工作人員開始執拾一啲手尾先。當執得七七八八啦，疫情減退，安全啦，咁咪再拍翻餘下嘅戲份咯，全部室內咯，減低風險之餘，又減低。突然間受到感染，啲明星係嘛？佢哋五位主角一受感染就損失好大噶啦，譬如係嘛？咁所以咧呢單嘢咧係完全係做得合理、合法、合宜、合時。OK， 咁啊希望咧，我哋作為 fans 嘅話咧，都希望佢哋身體健健康康，同埋咧希望嗰個劇咧順順利利完成。咁樣樣咧就令到咧。我哋有一個好啲嘅劇去睇咧，咁就會信息不少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呢度希望祝願阿姜圖咧都身體健康啦。好，咁啊，大致上係咁多，咁啊，希望咧大家繼續點擊留言贊好我嘅主頻道同埋後備頻道，繼續睇我嘅廣告，希望留言支持。好，暫時係咁多，咁多謝大家。